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宇宙英雄，我们继续挑战时空之城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啊？这一次的挑战就非常厉害了，朋友，看一下啊，前往挑战，当前层数25层，推荐战斗力72万，我们才多少万战力？24万，差多少？差的快50万战斗力，能不能打过呢？大家帮光良哥加个油，打个气吧！评论区666走一波。好了，我们出动，先出动哇妈个马性能，我们先出动无限赛罗吧，来吧，一技能，走你啊！没定住，哎，你这个打几拳呐、啊？无限赛罗，这没打几拳，我的血已经见底了啊，朋友啊，跑，跑也跑不动呀！来一个一技能，跟我定。定住了，赶紧打几拳，哇，一拳4000伤害，完了，他一个普通攻击直接将我带走，来闪加，一技能跟我吸不住，直接开大，缓解一波压力啊，开个大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没有掉血呀、啊，朋友们？夸张了啊，这可是大招啊，你这不要欺负人呐、啊，不要欺负人啊，不要欺负人啊，哇，还是不掉血。什么情况？未命中，全是未命中，这怎么玩呢、啊？朋友们，这25层已经打不过了呀！我们要去挑战剧情副本了，搞一点好材料、好装备了，朋友们，然后把英雄升到60级再来挑战他。看见没？打了这么久，他才掉多少血？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啊，这根本就打不过嘛！马格玛性能这么强。全部都被吸收了，哇，一点伤害没打出来，这可难受了啊！我们等一下只能看诺亚奥特曼的火拳能不能打动啊。好的，我们也凉了啊，直接先开个大啊，缓解一波压力，对吧？无敌状态，缓解一波啊！缓解完了，我们直接开火拳，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伤害。打不出来伤害，那没办法，全部可能打过了啊！来，火拳来了啊，朋友们！最强伤害技能火拳，天也打不出来什么伤害啊，难受了啊，难受了啊，搞不过了呀，诺亚也搞不过了，朋友们难受，能不能来一个反杀？现在我们血量跟马格玛差不多啊，不知道诺亚能不能进行反杀，来一波反杀操作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但是我们诺亚有回血，这是最厉害的地方啊，诺亚是真的强，在这个游戏，那诺亚将是光良哥后续发展的主要战力之一啊，主力之一，诺亚不可缺少。主力之二发展谁呢？到时候再看。这个技能我不知道，他这个伤害有点低呀、啊，还不如火拳，什么情况？这不如火拳，你怎么把它变成大招了呢？大招更像火拳呢、啊，啊不，这火拳更像大招啊！哇，他还有一半的血，我们一半的血都没有了，我们一个二技能回一波血，我估计回不上来了，朋友们。他的伤害有点爆炸，而且是连续创伤啊！他这个技能啊，哦，时间到了，朋友们，时间到了也不行，就算你能打过，打得太慢了也不行，看见没？提升方法。元晶我们没有60级不能开八颗呀，再就是卡片组合，这得慢慢来啊，强化装备了就更不用说了啊，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，看来跟推荐战力差别太大，也是打不过的，好吧，拜拜。